大家好，我是乌言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款阳台党黄色系月季里面的镇台之宝，它就是金丝雀。说到这个品种，大家肯定很熟悉，因为只要你养月季，对黄色系的品种又不反感，那么你看见了它都会想拥有一盆。它的花色呢，其实是以黄色系里的一个副色，你看它的外瓣是个黄色，然后逐渐往里面加深明晃晃的颜色，这个色系呢让它很容易成为花中的焦点。还有就是它的花量呢真的非常大，被称为开花机器。你看这个是我们211小苗的规格，上面的花苞已经很多了。再来看看我身后的这些一家轮啊，不得了了，我就随随便便拿一盆起来，你看这个花量很容易开成花球的效果，大家都叫它奶黄包。所以说呢，在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看它，免得你会忍不住想吃它。好了，这期的金丝雀呢